2016年11月7日，爱飞翔慈善音乐会活动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办，汤沐海、宋思恒、扎建瑜、姬海荣等人出席了此次活动。现场大家坐在一起聆听音乐，气氛十分轻松。在谈到此次慈善音乐会活动，扎建宇老师聊到这几年走过的日子时感叹道，这个活动持续到今年第七年，这一路走过的我们的队伍不断的壮大，我们碰到了很多很多我们的贵人，也就是上海的成千上万的志愿者。我们上海这七年来培训的老师是1000多位，但是参加我们这个培训的各路的志愿者大概超过9000多万。